美女，嗨，怎么样？哇，来展现一下，今年的2024 UNIGIRLS 居然迎来两位日本的新成员，跟镜头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叫诺周米，我从里面来。大家好，我叫齐希洛，我从里面来，我很喜欢台湾人。这次2024年 UNIGIRLS 重磅加盟的我们的侯方以及包子，跟镜头打个招呼，耶！哇，非常的尴尬啊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姑娘放肆》，我是 Endo。大家有看到后面的背板吗？天哪！没错，今天呢就是我们 UNIGIRLS 的新球季女孩的发表会，也算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。今年是特别盛大的举办，然后也有开放球迷进场哦。大家可想而知，我今天会很忙啦，就是不大可能是我主持整场嘛。所以于是乎，就把你们邀请到你们敲碗敲碗敲碗，那位安排三七三同学，欢迎他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小编也是他了，谢谢。好了，他下来，谢谢谢谢。所以我们这一集看到他就知道，我们这一集是姑娘追追追。我可以参加吗？我是 Uniqlo 啊。因为有些人发音不标准，真的还会帮我们翻译成 Uniqlo。Uniqlo。那你今天可以吗？没问题，一切交给我。大家看到我就代表什么？好笑的，不要吓到我们的女孩们。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后面就交给你喽，看他今天帮我们收出什么东东来，追到什么东西。美女，嗨，怎么样？哇，来展现一下，漂亮吗？漂亮吗？大家喜欢小美，赶快去买小美冰淇淋。咖喱芭蕾，咖喱咖喱芭蕾。来了，2024要来高雄的樱花季找我们哦。要芭蕾哦。来，五六七，咖喱芭蕾。为大家看到统一出了绝世美女。你到主持人，你知道大家都是为了 Mina 而来的？没有有。昨天发那个现实动态，十秒里的那个周边秒杀，对不对？那是要送东西啊。老师，那学姐有什么话想要跟学妹说？我们自己其实进来久了，你大概就会知道，会更清楚人生的目标的。啊，我还在迷茫。那你明年会更迷茫啊？先单身呗。对呀。开放真友，真友，请问你的理想型是185以上，185以上，还有哪边有需要什么过人的长处吗？大概20公分，就是面相20公分，这边20，就是脸不要太小。对对对，哦，了解了解，看起来太小气。好好好，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就是下面留言，真的。UNIGIRLS 今年的服装总监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瑞斯，终于浮上台面了，终于。那我想知道一下，请问服装总监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？大部分就是找服装，然后找配件，然后还有采购。像我们的衣服好，但我们要做安全措施。然后那个小可爱有分薄的啊、厚的啊、长的、短的啊，有杯没杯，对，就是我们要去找适合。然后要统计那些数量跟尺寸，但我要非常感谢我的组员，就是少少跟我们小美这样，他们都会一起协助。我们也请他们来走一下时装秀。少少走很稳。大家好，我是少少。啊，小美，五六七，小美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美。我今年的愿望就是希望可以变成自己心中美的样子。谢谢。
掌声欢迎我们的舞蹈总监试试。这个卫生纸是要给我，谢谢，好感动，好感动。今年是舞蹈总监的部分，相信所有的球迷也很好奇说，是不是舞蹈的部分都会由你来做编排？赖赖或者是 Yuki 我们都会分着去编今年的开场舞啊。那主要的部分就是可能有一些的雕舞或者是应援上面，我会特别的去看，主要是老板可能有一些外物，如果没有办法来代场的话，就会请我帮忙这样。那想必舞蹈总监的实力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。可是我们还是要 solo， 还是要 solo 吗？我刚刚 solo 的超 one and two and 恰恰吧，哎呀，真性感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思思，欢迎我们 Uni Girls 继续连任的我们的队长以及副队长 Yuki 跟赖赖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Yuki。那想请问赖赖，今年新学面有这个日本人的部分。想知道你们会如何的？哎呦，管教他是IP 呀！基本上啊，我本人完全不会日文，然后呢，我英文以前也是用猜的，所以我跟他们沟通，我基本上就是只能比手画脚。而且我那天在练舞的时候，我就要跟他们讲说，脚是踩右脚，但是我就这样，然后我就直接这样，用鼻的这样。不然没办法，你知道，很难沟通。但是文是日文系的，对，我虽然就是高中三年是日文科，但是高中离我现在多久？两天嘛、但是一些单字什么的还是可以派得上用场，但应该也会配合一些英文。我们那天练主题曲练得很顺，音乐一放就 OK 了。今年的秩序总监妮妮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有什么管教的方式？我很期待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想要教训别人，那你教训我一下。我通常都是用眼神，眼神示范一下。示范。学姐你好，我是新加入的学妹。你有带东西吗？是，我先去上厕所。妮妮的眼神其实就可以告诉你，然后注意一点，注意一点，大家就会怕。那还是我下次送你一个哨子，不是都用眼神吗？那我们加点声音，就谁在吵，可能像社七或者是谁，九一比较低这样子。今年的总务总监曼婷，那请问一下，总务总监要做些什么事情？就跟钱有关啦，就如果东西没有带啊，排练迟到或者是排练没来的话，都必须要罚钱。那我听说你也要管宿舍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宿舍本来就是一个老屋，所以就必须要维持整洁，不然就会出现一些小虫，就是要维持干净一点，然后环境都要顾得好。赛季末的时候可不可以拍一支影片，我们来看看年度最佳垃圾王是谁。好，今年的2024 Uni Girls 居然迎来两位日本的新成员，跟镜头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叫诺周米，我从里面来，我很喜欢吃台湾的小笼包。来到台湾我很高兴。大家好，我叫齐希乐，我从里面来，我很喜欢台湾人。大家好，我是上起上。那想请问一下，他们对自己在这个赛季有什么期许？今日みな、ファンの皆さんにお会いして、すごく熱狂的というか、パワーをたくさんもらったので、球場でパフォーマンスさせていただくのがすごく楽しみですし、私も皆さんにこうパワーを届けられるようなパフォーマンスをしたいです。この素敵な仲間たちと素敵な一年にできたらいいなと思います。欢迎这次2024年 Uni Girls 重磅加盟的我们的侯方以及包子，跟镜头打个招呼。耶、yeah. ！哇，非常的尴尬啊！今年跳棒球，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需要适应的？就是可能要在应援台上面待很久，怕笑僵吗？对。体力不支，所以就希望球迷朋友多给你一点热情，对，就会看到他们越热情，你也会笑得越开心，对，越有能量。好，那包子呢？应援要跳好，应援要跳好。耶、yeah, ！我们居然今天可以看到离队的朋友们，我相信所有球迷一定都想知道为什么要离开统一师。说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怀孕，主要是因为家里的关系，有些状况呢需要回去好好处理一下，或许有机会可以再回去。对，大家要继续支持妮娅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再来是我们姗姗，你姗姗来迟就算了，你今天还姗姗离开，是什么意思？姗姗离开是什么？只要有 follow 我，想要看到我都还是可以看得到我。那罗拉呢？你也是肚子痛啊？因为我对未来有一些新的规划了，所以就。
离开了，专注在 DJ 嘛，对对对 对, 對。那我们可以在哪一些地方可以看到你？其他活动跟夜店居多，对。然后 okay, 我又觉得一起去找那个罗拉蹦迪，耶耶耶耶 ，Put your hands 。那有什么话想要对就是新加入的学妹们说？哎、欸。要注意一点啊，我也是啊，吃过一些啊口水的啊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就是那个台南的天气真的很热、啊，那个电风扇可以先买起来，啊，那个刘海这边可以粘一点胶水，这样风吹就不会打开啊。专业专业，小 paper 交给你们。我补充一下，在场上可能会需要很多离离扣扣的东西，都可以来跟我借啊好好。加油啦！好的，三星三同学，是你刚刚表现的如何？有看到这个大拇指非常的顶天立地啊，没有太失控吧？我今天其实是恰到好处，摄影师你要不要点个头？好啦，那今天就是我们那个统一师呢 ，Uni Girls 的新球季的发表会，第一次做这样的尝试，也是第一次，而且我听说是秒杀，真的蛮感动。那也是希望老师之后可以多办一些这样的互动，我相信球迷们一定会很想敲碗，没有问题，可以吗？来一个 live talk show 脱口秀，我觉得很不错，然后不敢讲的都在上面讲。哎、欸，那我们可能会不会集体被 fire？ 那我先去啊。好啦，总之今天辛苦了我们的三七三，对，我们今天姑娘追追追圆满。结束，按暂停音乐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是姑娘放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我说你可以说停的，停的，可以打，对对，帮带棒，我不会酒喝。记得按暂停音乐，什么番茄小铃铛，番茄小铃铛，番茄小，哇，怎么翻呢、啊？